请帮我们按个赞呢。在党表决通过成立静电视声社的调阅小组，我们要请教一下施成哥，你觉得中天观台事件要不要也要有一个调阅小组啊？当然要啊，这是一种撞击，或许效果不好。静电视那时候说成立说不可以股票移转禁止，结果呢去年就被踢爆说大股东就偷偷把股票移转了。静电视真的干的违规的事情没事啊，现在他的电视台好得不得了。你指控中天做这些事情，刚刚我们这个志祥讲了，已经败了十几次，而且我们行政法院是，除非啊，可能是80-20，他才会说判行政机关败，不然的话，对不对？就表示说你错得非常离谱。结果现在呢，那个陈耀祥2006年当学者的时候，他说他支持100%。